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神。其实这一本书不在我的计划，但是却因为同工鼓励，所以特别在这70周年的时候，一方面为教会70周年70年来感恩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神让我在过去60年我的侍奉，也是40几年在台北灵粮堂以及在网络里面这样的一种经历的过程，看见神透过他奇妙的恩典怜悯，使用我这个非常平凡的人，让我从下层的一个漩涡里面能够经历那个神的帮助的一个涡旋，以至于看见我的侍奉可以不断的在他的恩典里面提升。那我觉得这件事对每一位侍奉的人，或者是你觉得很平凡，但是相信神会透过你来帮助很多的人，我想这本书可以让你得到很多帮助，也可以让你介绍给别人，一起让我们进到这样的恩典里面，一起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奇妙的事。这本书已经出版，盼望你们可以来预定。当你们预定的时候，我们会送另外一本书，就是《灵风吹来》。《灵风吹来》这本书也是我过去40几年所经历圣灵在我心里面整个旅程，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我觉得当我一面写一面看，真的感受到神的恩典。我也觉得这本书不是我写，而是看见神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写出来一本书。我相信这本书会对你对教会很多的帮助。